这边的洪水都给全部搞，哎呀，咋大咋大，哦。 一定是西虹桥哈，马上淹到桥的，好，马上，最多还有5分钟。 哎呀，我的妈！还有那么多鱼啊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快点来搞鱼啊！兄弟们，快点来呀！你看，是鄂中学现在成了避难所，所以有点水灾，你知道是鄂中学的避难。 这水涨就好可怕哟！你，回去回去。丽水湾已经满堤了，灾情严重。 好。 他给我在这水哦，然后水在这背上，全都在沟里搞着嘞。
今天水位已经降到啊，那是清江桥这里。